枪啊，就是就是刚才我们停车看的那个点吗？嗯，那也不太远是吧？嗯，就刚才在这个桥这里停下来了。桥这里出来吧，就向左转，向左。对。哦，这里有条路是吧？下去，就说要下去了。这条路好走吗？就是你。我们现在走到五十迈吗？那个得下去了。就像开往海里面一样。大桥。哦，这有个桥。这里还有一个桥。风险也大，没错。哦，这里还有大桥，我们刚才走过都不知道，根本看不见。对，所以真的要看风景。还是这，还是有危险的。那个走那边也不会走那么远，就知道路不通了。这个家伙刚才挖一大盘那个泥巴呀，这个大的，这个小的也就那个。啊，再来一个。晒肚皮了，晒肚皮了。他们要挤在一起呀，逗。